年年呐、的睡梦祝福，都会跟大家提起，用虔诚的心来迎新年呐、用感恩的心送旧岁，感恩过去的每一时刻的平安呐、何况呢，一年总是呢要感恩心送走了过去的每一天每一年，我们每天都要抱着虔诚迎新的心，迎接了新的这一天呐、我们要感恩，感恩要利用今天能说能动能做，我要虔诚的为今天呢，要虔诚对人事物付出，这都是要虔诚，这是我每一天的念头，也期待呢跟大家共同勉励啊，人人呢要珍惜的每一天呐、时间不要让它浪费掉啊，时日已过，命亦随减呐、如少随矣，斯有何乐呢？人生啊，苦难偏多啊，何况我们现在呢，越来越能理解到了，科学在印证着佛学，印证着佛法，佛陀时常在经典里呀、处处都对我们提醒，人生苦短，人间无常，国度为脆。最近几年来看到了气候变迁，风啊雨啊干旱啊，这地震啊等等呢，时常都在地球上呢发生啊，都是让我很担心的事。所以请大家呢要用虔诚的心呢为天下祈求平安，还有为自己呢未来发心立愿。相信各位呢在大爱台呢新闻都看到了，总是呢跟台湾有关的哈、我们都是这样尽心力啦，在国外的呢慈济人也都是这样，以台湾呢去关心其他的国家哈、爱的能量互相的付出，真正的好在有结好天下缘，以天下人的力量呢去帮助天下人哦，这都是这大爱广庇寰宇哈、这都是我们呢一向来所做的啦，还有呢长情之路呢。古往今来，我们未来的还是要用情，诚之情谊呀、过去的诚之情谊还是要延续到了我们的长情之路哦。那用爱用情啊，继续的走过去。有在听经的熏华的就知道啊，我们都是丁点点以前呢、很累生累世以来呢，我们都是有缘呢、这一份就是长情花心立愿呢、来人间呢就是要投入呢这一份菩萨的大道，我们要救人救世啊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
把握哈、这一份情，长情纷纷牵引，古往今来啊，那大爱寸寸呢、铺路殷勤走来，这都是呢慈济的长情大爱哈、五十年来了，成正信时呢是稳步走过来的，所以长情大爱期待呢慈济人人人都能做到哦。那慈济是佛教，大家都是呢佛教徒啊，我们听经啊，我们人人呢要用诚正信实慈悲喜舍，好好的内心啊诚正信实来面对人生哦。那从自己的内心建立好那慈悲喜舍啊，在人世间铺路哦，那能诚正，那就会有戒定慧。你有诚有正啊，自然呢，你就会得到的是戒定慧。你诚正吗？不欺骗别人吗？既是不欺骗别人，我们还有信实哦，诚正信实，既有诚，绝对有敬信心哦。所以很自然呐、就会有戒定慧，诚智出头，一定会有戒定慧啦。所以呢，诚正戒定慧啦，法脉传承，我们净师法脉，这是需要修的呢，是诚正戒定慧，很自然的，我们的法脉啊就。可以永远传承下去哦。那还有呢，信实法无漏哦。那即使我们都是佛教徒，信佛陀所说法，法传到现在，虽然2000多年呐、我们呢信还要深信不疑。所以呢，信实佛法。是稳稳实实的，我们一定呢要相信，那能这样子呢，听来的话都不会漏掉，不会说哦，这耳听那耳老哦，那我们的戒定慧无漏法哦，可以呢守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，那很自然呐、人人都是受证的啦，人人都是慈济人，我们要身体力行啊，在我们的宗门，宗门就是功能哦。那我们平常慈悲喜舍，那投入了人群中去啊，不管是在社会，不管是建议里啊，再艰难的地方，我们都愿意去。爬山下乡啊，我们都去啊，看看医疗呢，也是这样啊。攀山过海，还是去。我们救灾救难呢，跨国也是同样啊，天上飞啊，那水上走啊，我们呢都是这样做得到啊。所以这就是宗门，这就是我们的功能哦。那法脉呢是精神面，那就是良能。那我们呢诚正戒定慧啊，法脉传承，信实无漏好、那法无漏啦，宗门巩固。那五十年过去啊，我们还有无量数的50年呐、这样的宗门呢、哎，永恒巩固下去。那我们呢，应该要时时刻刻要记得，因为人生无常啊，国度为脆啊，我们要把握时间，随时都要做。
我们要随时呢要用感恩心，有你我他，他你我共同来付出。没有别人，我的力量有多大呢？所以我们呢要感恩很多人一起呢来付出，所以要时时感恩，更要感恩呢那过去的每一个时间，每一件事情让我们平安欢喜的过来，这都要感恩，日日都要虔诚呢面对的人事物呢，我们要立下决心，好好的虔诚，那这样的虔诚的付出。